今天是我大女儿 Ariel 的生日，我决定要给她一个惊喜，请到她的偶像妞妞 TV 的妞妞、妞爸、妞妈全家人来帮她庆生。等一下，我们请妞妞全家人到我们的厨房稍微委屈一下。Ariel 把眼睛蒙着闭起来，我们拿着蛋糕出来，拿着，然后在她面前，对，在她面前，哦，妞妞 ，Ariel 会不会吓到？一、二。三，给他一个惊喜。我突然觉得涛哥怎么讲话变小声了？对对对对。现在的计划就是等一下，我们请妞妞全家人到我们的厨房稍微委屈一下，然后 Ariel 我会打电话叫他回来。那我们会设一个桥段，就是把眼睛蒙着闭起来。然后我们就走出来，我们拿着蛋糕出来，对，拿着，然后在他面前，对，在他面前，哦，手机响了，应该是他，喂 ，Hello， 可以啊，你要上来了吗？好好，快要到门口了，好，好，好，太爱你了，拜拜。你有没有很期待 Ariel 吓到的样子？买了5000多，对，如果没打折的话10000多。好啦，我们今天拍的是你生日特辑，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。你买了什么呢？2个袜子，然后11件衣服。来来，坐坐坐坐，好。我们今天帮 Ariel 准备一个惊喜，就是爸爸今天要去签 Lamborghini 大牛。谁的惊喜？爸爸今天要给你一个惊喜，这是爸爸对你的爱。然后我们就把眼睛闭上，享受这个惊喜，好不好？好。好。什么东西啊？你猜猜看。你觉得你会不会喜欢？这样就好。喜欢。当然，爸爸送我的我都喜欢。哎呦，好会讲的话。嗯。如果爸爸可以替你做到的，你眼睛不要一直眨，好不好？我就觉得你的手、你的眼睫毛一直碰着我。一、二、三。哇！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要不然是什么？做梦吗？是你的偶像、啊。对啊，还没回滚的样子。我觉得很像做梦，我再回家再看。你刚刚是什么感觉？你跟爸爸说一下。就是，其实第一眼我看不太到，因为我眼睛我一直眨眨眨，然后张开眼睛就，我以为我你在做梦。我觉得我看到好像是照片的感觉。感觉。还会跟妞爸、妞妈还有妞妞哦，对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有没有很开心？来亲个，你不觉得爸爸给你这期望很棒？有哦，这是我史上最好的生日。真的，真的。这是他说准备给你的。你不是说想要看？先谢谢人家，谢谢谢谢妞爸、妞妈、妞妞。妞爸说，你最想要就是可以跟妞妞一起开箱玩具，这就是他们送你的玩具，你要好好珍藏，你要一辈子都记得对你好的人，知道吗？而且这个台湾没有卖。那是我们自己从日本，总共我们订2组，一组拿来送你。谢谢。太感恩了，真的。你们两个只差1岁了。1岁。啊，可是我跟姐姐差一岁。爸爸，姐姐跟你差1岁。不要讲我身高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家人跟在场的各位都身体健康，然后还有超胖啊，还有妞妞 TV 的，还有妞妞 TV， 大家都是我想要跟妞妞一起出去玩，这是一个愿望。小孩子很聪明，一个愿望把所有东西都讲完。你的愿望会不会绕太长？跟妞妞 TV 那个出去玩是第二个，哦，那是第二个。哦，那你这样就浪费很多了，你还是像刚刚那样许愿啊。我要选第3个，哦，我要再许99个。爸爸。
也蛮努力的，才能达成你这个心愿。还要谢谢 Aaron 叔叔，然后要欢迎他们以后常来我们家做客。可以，明天就来，后天也来，大后天也来。他快要晕倒了，这个才是真实的。啊、我要吹吹风，我的背都流汗了，我腋下也流。你怎么没有哭？我很期待你哭哎、欸。你们很坏哎、欸。深呼吸，深呼吸，深呼吸。哦，我现在应该是人生第一次什么什么成就解锁。我们是故意做失败的，还是不小心的？故意，不是，他变失败，谁会故意做失败的？哦，不好意思啊。